欸，他时间急给好的。久哦。欸，重复的就丢掉了啦。欸，还不要好了，不要好了，留着留着。鸡肉跟马铃薯，鸡肉我切了炸了，不要炸。番，我切番茄，我切番茄。带鸡肉，意面我在煮了。好，他哎过不去，对哦。切。欸，你刚，还要一个鸡肉啊？怎么用马铃？open the door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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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。还有没有盘子？用两盘个好子，了。再洗，好烫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番茄。番茄跟意大利面都好了。对，番茄。番茄啊，要番茄煎要煎，番茄要煎，结果。那去煎，我去煎。再去拿空盘，你再去拿空盘，我帮你按按钮。网子呢？铁网呢？没有的。可以给我。虾子跟鱼肉要煎。哎，出哎，餐，他出餐，出餐。鸡肉还没煎呢，鸡肉还没炸啊。没有啦，你有一有个没有有一个好了，意大利面的好了。好。肉，我那个切虾跟鱼肉，夏夏帮我切啊！对不起，鱼肉切好了，夏夏好。哎呦，我鱼肉煎好了。我切过。不行，要烧起来了。来来来，open，我来。他知道好了。为什什么？么看到照片？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帮我开门，帮我开个门，帮我开个门。为什么要多马铃薯？等下，倒掉，倒掉，倒掉，对，倒掉，倒掉。快点，这边有好的。我卡卡的，我拿不起来。不要拿！不要拿！不要拿！秀，鱼干嘛走煎进来？好的，煎你干嘛好走的进来？你干嘛走进来？你鱼在这边呢、啊，那里的鱼这边。我按了，开门。这样他们都以为我很凶，真的很凶。暴露，暴露，露露露露。你另外一边还有？包都分，你本来就很凶。买茶。鱼丢掉，鱼丢掉，丢掉，丢掉，不要了。面包太多了啦，面包不需要那么多吧？我拿三个，六个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你还拿？直接装那个好的加70的那个，好上盘子了。啊，就是太多。开门，繁星，开门，繁星，开门，繁星。开不开不开，你说八卦。刚刚我装错了，让你打。咋发明的、啊？什么歌？盘子就在这里呀、啊。开门。我捡不起锅子，干。看，听到没有？气死我！在那边。气死。要崩砸喽，那个喽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擦，开门，开门，擦，开门。姐 ，tomato。哎，不要乱扔呐、啊！还是不会扔的，那边扔看不开心。我没有。哇！其他的丢掉，丢掉，其他的丢掉。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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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。他跑掉了。你跑掉干嘛？那个肉没有用。汉堡丢掉，汉堡丢掉，汉堡要丢吗？
哦，肉，没有丢掉，肉肉肉肉，哎、欸，我手上的肉怎么不见了？没有啊，他全部换了。我靠！哇哇哇！你们掉下去了，这是什么？要搅拌，要切。怎么上去？不行，切东西给我们切。走开，你可不可以？你，我们先切肉，先不要急，先切肉。我，你给我，米给我，我带上去。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你两个在上面了，我刚丢了。好，你最棒。给你，原来传统可以这样用啊。可以啊。就要搅，然后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盘子，接过。这里，白米饭。饭好了。哎、欸，放着。小蘑菇在煎了。你扔上来给我，米扔上来给我，有没有米？这个下去拿，下去。没有，我丢给你。你有了。哎、欸，要洗盘子哦。再丢一个，好了。哦，原来你说的传送门是那个哦，看到了。盘子要洗哦，盘子要洗哦。就肉粉，肉跟面粉。啊，这要丢掉了。这个丢掉。不要再丢米了！不要丢米了！拜托，不要丢米了！我要面粉。是有人丢米啦！这什么？不要的丢掉。无语旁边丢掉。等一下，我要萝卜。没有，那个有可以丢的，你丢掉。丢，播。好。然后气势。对不起，缩小。不行。哎、欸，上来帮我拿一下那个，帮我拿一下那个。哎呦，你好棒哦！面团，就小那个丢给我，丢给我，丢。这个还要吗？哇，为什么锅子在这？哎、欸，你上来干嘛？哎、欸，面团是要干嘛？你上来干嘛？做披萨、啊？你干嘛？做披萨、啊？你上来干嘛？这边我家哎、欸。秀秀，这给你。我上面多一个平底。然后烤。哦。然后盘子给你。哇，这个。哇，我等一下要上来煎东西了，感觉。秀秀，给我面团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一直叫秀秀？秀秀。要不要我要不要多给你一个锅子？要。面团在那边，给我。会，谢谢。有吗？有。抖，再抖，再抖。这个，给你，番茄跟腊肠，还有什么？起司。温玉，谢谢。给你。哎、欸，时间暂停了。没有暂停啊。有。啊？刚刚暂停了。有。叫太大声了。是这样吗？叫。笑笑，拿起来，笑笑。好。巧克力跟蛋糕。面粉鸡蛋给我。粉鸡蛋给我。还没出来。好。就都在你那边。面粉。你不用进来。你就丢的传送门，丢传送门就好了。我拿不到鸡蛋，小不是温玉，这里有切好的萝卜。再，一个它我，我干嘛给翻译？要搅。好，你进去放搅拌机。小，小你切葱啥？不要。萝卜也要记得剪哦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！等一下，太多了，东西进来，东西太多进来了。我要先去。哎、欸，这个你拿过去煎。啊，这上面煎。你那里有个锅、啊，你那里有个锅子，你的左边有锅子。操，都在上面煎哦。哎、欸，拿去烤，这个拿去烤。不是，你先放了之后可以给秀秀拿下。东西丢太多上去了啦，很变态级了。哎，我要把这个丢下来。
哎、欸，怎么又进去了啦？出来，放盘子。我不要。那是什么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欸、巧克力。我差一个鸡蛋，鸡蛋，丢一个鸡蛋进来。鸡蛋在哪里啊？中间，中间。哦、好难拿、啊。要跑啊！拌搅拌搅拌。巧克力的话是鸡蛋跟那个鸡蛋跟那个面粉。我缺鸡蛋，缺鸡蛋。我去拿鸡蛋，我去拿。哇！秀秀，我们先把不要的东西丢掉。这个。那你丢丢这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丢我干嘛？我想说不要了。过关了吗？哦，盘子，盘子，拿一个盘子。盘子在这，送下去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也可以啊。小熊猫在干嘛？我想说上去。不叫送过来，操！哎，我们过了耶。拜。我还没看剧情，你按那么快干嘛？我觉得你们可以 PK 的，那就得要谢谢你们才行啦。那个人，这听台比较容易被吓到，看台还好吧？欸、都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。你们居然玩到破台，哇张！好好玩哦。PK 啊，现在就改玩 PK 了。我们跟水雨 PK 现在。不要，为什么是我？不是说好节日上的吗？来 PK 啊！玩了好几天了吧？好多天啊！从我拐你们来玩之后，就是我跟水里就说、欸、一起拐，先买，因为我们先买会多两只角色。预购，预购的时候，预购拿了好多角色，好开心。我也是嘛。水里就说你要不要预购啊？听说会多两只角色，说我考虑一下。然后隔了一阵子说：“水里我买了，你买了吗？”啊，我还没买耶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买。干，然后就买了。好像没有这只猫哎。角色不要开完，我还没开完。我有这只猫。有啊。我没有那只松鼠的样子，没有，缺松鼠外星人啊！我还没开完，对啊，因为我这两天没有玩。四星，解完全部改四星吗？哇，今晚完了，2100分，二线，哎，从第一关开始好不好？太难了啦！哎、啊，是这样子吗？欸、我不参与哦。太多了，原来是要破台才有四星姐哦、喔！啥耶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夸张，不玩了不玩了。连凯文都是吗？凯文也是。啊？不会的。我可以到处有酒，不用担心言行小，负担小。难怪感觉难度偏简单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我怎么会比第一代还简单那么？四星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凯文要不要？呀，看先看一只一，先看一只一，然后再看凯文，凯文一。哇哇哇！400分变成3300分，你相信？太夸张了，3300，有点夸张。
哇，你敢信？我觉得凯文也要3300。凯文啊，凯文你在哪？凯文，凯文在一只山旁边。借问路在哪？找不到凯文了哎、欸。一山旁边、啊。好白痴哦、喔，在这。我靠！太我关台了，关台了，谢谢大家。关台了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差太多了啦，这说是薪水跟钱的话多好啊！哇，太可怕了。我们那个九百、欸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五之三，看一下五之五还是五之三那个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也想看那个。那个跷跷板，上面吧，对啊。荡秋千。对对对对。950。卡了很多次，去死吧！哇，很过得了，时间会相对加长吧。有一个很难的，我们那个卷饼的那个啊，你记得吗？一千卷饼，六十二，是我们隔天才破得了的那个，四只吗？几吧？四只五多啦，这里的真的是四多啊。他没有地图啊，这里。天哪！我想想，45吧。哦。46。最关啦，就是要顺时针走的啊，不可能啦、啊！凯文呢？电视烧厨房，不可能、啊。虽然我蛮爱这一关的啦，可是我觉得有的分数很高啊。这个很好玩啊，这个假赛啦，这个就只有一边爽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。好，来啊，我们来闯一下。是不是我呢？好像是我跟你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我跟 Yoko 吧？怎么可能？那我们两个来爽。是我跟秀秀啊！我要爽的。干！干！干！爽！哎、欸，秀秀秀，快点，秀快点，秀他们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切到一半被他们打到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不是要认真玩吗？分数哎、欸，认真，很认真啊！哎、欸，它时间没有变啊，对，一样是4分钟，然后你要几分、欸？1000多，马上就失败了，卡住了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边都会卡住？明明就还有一堆不足，你是丢过来。我不想你们跟我过那么爽。这样子，你们这边只会更乱哦。肌肉没主张。好了，要依序哦，不然搞我。文玉肌肉，先不要丢过去啊，不然他们没地方。嗯，太爽，要低调一点。我要低调爽，爽哦！这么低调、啊，太低调了。烧起来了，打不起了。再玩啊！结果肌肉还是没好吗？没有一个 win 运，你怎么这样子啦？有人生气了啦！球口卡来卡去，卡在这个位置不动，我是卡着他球起来。我们来玩一次 PK 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想看你们玩 PK。
可是刚刚没有人要跟我一对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只是我不想而已。这个吗？没有，我要选对战模式。华丽。我也要换。秀秀，你看我好可爱。秀秀，你不能换。你是熊猫，我在你隔壁。你家好可怕，你一秒变一个。是对战模式吗？偷换你你喜欢的吗 ？OK， 可以吗？啊。Joker 啊，选好了没？还没。没有，是我妹。我妹喜欢小松鼠。可以的吗 ？OK。你就让他随机呗，你就看他会变啥了哦。不是啊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。你好绿哦 ，Joker。对啊，绿到底。是宝宝。外星人。没欺负熊猫啦，还不知道熊猫跟谁一对齁。什么？哇，我们穿黑衣服欸。啊！一吧，换衣服了，我的好可爱。欸，他的背景那些画。欸 ，Control 可以选队伍欸。欸，投票选那个主题欸。可以选队伍欸，那我们全部都白色的，看他会怎么分配吧。好，随机吧。对。那就随便选。为什么你们不听他说奈巴不是机器人？我都特地跳下来打字了。看他会不会跟奈巴聊天的、啊。秀秀，哟，哇啊，哇哇，被菜了怎么办？你不要这样说话。哇哇，小鱼怎么办？哇。哇，他们不会走路了。欸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这可以互害吗？快点，小鱼，快点！我们是那个？我们红队，快点！欸、透明，给我给我给我！我要煮意大利面。小鱼去哪里啦？我在上面。秀秀要给你，快点，再给我切。我干，我我都走了。小鱼，快点，给我东西切。我要啊，番茄哦。你不要放过去哦、喔 okay, 在我们家。哎、欸、对不起。快点小鱼，快点去他们家拿东西。快点快点，你去拿番茄给我啦，你去拿番茄给我。你在干嘛啦？我看不到自己在哪里啦。去偷他们的啦。怎么偷啦？他又丢进去，你就不拿给我、啊。快点给我。Joker, 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。Joker。快！我们让他在那边等。终于叫我见了。你这个家伙！小鱼，快快快！小鱼来。小鱼被抢走了啦！小鱼没有被抢走，小鱼一直都在。秀秀，快给我！不是，我们两个猜到里面就不一样，在那边。低能什么啦？哦，他怕人家抢是不是？给你，啊，有这个，还我！谁来？想冲啥？不用这个了，不用这个了。放弃，放弃！我从隔壁。给我，给我大一面，给我大一面，给我大一面呐！我从隔壁 A 台的房间。你快点，东西都扔去隔壁，你东西都扔去隔壁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不要在那边弄我家。小鱼来，小鱼来出赛，小鱼，小鱼，小鱼出赛，看条件，这人好贱哦，好贱哦！小鱼，小鱼，番茄，小鱼，番茄，番茄啊！我不要牛肉啦，
哇塞，这个蔬菜法太神了吧！好猛哦！我真没直接反超哎、欸，快笑死！你就不要再丢了啦！走开了，明玉，我靠你！我笑死，我笑死！小鱼，小鱼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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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玩！真的。欸、小鱼，我面坏了。你给我走开，走开！这个，我帮，我帮你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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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！走开了。等下，我吓到我的。秀秀烧房子了啦！不是，他拿不起，然后丢在他手上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！我觉得这可以，棒棒的。我一直狂丢在他手上哦，好爽！笑死我了。我崩溃了！哇，怎么都坏、欸？我觉得好笑。啊！小鱼，再来啊、哦！妈妈呀！我在，我们是走上面啊、哦。对，我肚子好痛哦。好啦，这个玩完关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右边，换我拿东西了，要什么鱼？啊，丢错了。小鱼，我的，哎、欸，墙壁哦，走开！好、哦，送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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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繁星送菜。好，我再送了。结果，结果有坏了，有坏了，坏送在哪里？有可送坏了，结果坏了。啊！放错了。我加油，加油，小鱼加油！我在这边努力了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爆米？你要什么？啊？海苔。白痴，你出三孔明就在下面，你在上面干嘛啦？就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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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掉啦！找我啊！快点扳子拿走！给我扳子拿走！我有透明的杆！牛肉这个！啊！还我！还我！对不起，走开啊！我错了，走开啊！还给我，拜托！你要把你有还给我吗？啊啊！快给我死了！板子给你，板子给你，板子给你。如果这个可以出，这个拿给我，会不会太多盘子？我们四个盘子耶。好啦，给我鱼，给我鱼。对，给我鱼。来虾子。如果给你，我没有盘子了。看他们那边一堆盘子啦！你快回来！我偷了好多盘子哦！哎、欸，那边有盘子！不不不！不行，走开了！别不了啦！走开啦！好啦！等一下！走开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来，完了，快给我！完了！盘子，盘子，盘子呢？这边快点！三分，我们人品
呆了，没朋友了，没朋友了，要没朋友了，要决裂，要分裂了，快没朋友，我也快没家了，太吵。好啦，各位晚安，今天就开到这边，明天再来玩。我是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哦，这个就比较好玩啦、啊、不用比分数，天啊，抢盘子就赢了、欸，偷菜就对了。对啊，Happy Bomb。好啊，剪这边就好了，不用剪精华了，剪后面就好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，拜拜拜拜拜。对啊，梦怡还在开，要关了。